好啦，下一套啦，下一套系比较少人睇嘅。恶魔谜题啊，其实新翻我都讲过呢套嘢啦。阿雪山已经分析一套嘢嘅交易，就呢规则系。咁其实我后嚟报翻个漫画版嘅，漫画版嘅比较好少少。佢将后面要爆嘅谜题提早报咗出嚟先。佢一开始讲明咗，啊呢位晴系女王风嘅能力，呢、這个黑咗系试验佢能力嘅系。咁 OK， 翻系冇问题啦。你意思讲明咗，我唔会介意。即系呢个一个实验嘅 testing group 嚟嘅。但动画佢冇讲到，就系、是、知一班自称叫杀手的家伙，做一啲好白痴低能嘅暗杀行为。唔系嗱，你要讲翻个嗱动画我睇嘅角度就系咩呢？就系、是、话有一条女，佢叫阿晴。咁佢个背景咧就系、是、佢有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咁个庞大家族。所以就好多人想要怼冧佢，咁唔知点解咧，一个被压，一个成日会俾人怼冧，成日俾人 target 怼冧嘅目标咧，又会转咗入嚟依组度，然后依组除佢以外咧，呢、這个黑组啦，13位学生全部都系暗杀者嚟，目标就一个就杀死晴。咁点解一个成日俾人杀嘅人会转入去一堆杀手入边咧？即系点解只鸡会自己走入个狼群咧？其实系一件好难理解嘅事嚟嘅。OK， 咁算啦。咁跟住咧，佢又介绍咗另外一个女主角啦，双女主角啊嘛。咁啊，呢個好似好係啦，都係百合片嚟嘅。咁佢咧就講話呢個非常之著名嘅暗殺者家族咧，呢、這個東家啦，係啦嘅下一代啦，你當係繼承人或者係乜嘢啦，係 anything 啦。咁但係呢個暗殺者好奇怪喎、哦，作為一個暗殺者，佢話我要保護我嘅暗殺對象，對抗其他嘅暗殺者，即係一個守護者再加12位暗殺者。係啦，咁你覺得都冇問題嘅，你覺得個套路都仲可以，即係你睇你個古仔點講嘅啫。咁但係當呢個暗殺正式開始陣咧，問題就開始出現啦。因為嗰班真係自稱暗殺者嚟嘅啫。嗱，好簡單，我哋唔使逐個分析，我哋講例子啦。有條友放炸彈嘅，唔係佢專長畫地圖，佢點樣放炸彈咧？畫曬屋企嘅平面圖先，跟住就放兩個炸彈，一個就開雪櫃，第二個就雪櫃滅咗一個機關就開雪櫃。呢、這個炸彈俾阿東土國解決咗之後，就再冇其他後著啦。就咁，其實我覺得你放咁多正常，你畫個地圖畫到咁詳細複雜，唔該擺多十幾廿個落去啦。邪金個炸爆都冇所謂啦，大佬真係。即係同埋你淨係放嗰啲雪櫃，點解你又唔放下啲喺床啊？放下啲喺窗啊？放啲喺門其實都已經得啦。暗殺失敗之後，第二彎中天才，擺喺圖書館入面嘅暗格嘅書庫入面，其中一本書上面，只要博阿晴啱啱真係攞到本書。即係攞唔到本書唔會爆炸嘅就係、是，即係哇！跟住天才都爆。茫茫書海，你要佢攞一本書，因為規則上佢話冇講明話，只要唔影響黑組入學生冇所謂嘛。咁你成日圖書炸爆曬就吉咯，傻仔啊傻女，真係大佬你唔好咁。佢後面都炸邊書庫啊？咁我唔明，佢又好嘢喎，佢又唔係用炸彈，佢係用雲圓彈，佢要殺死個人，但係你炸嗰個係 stun 筋嚟嘅，佢淨係聾都聽唔到嘢，咁。嚇、啊！你唔係要殺死佢咩？你做乜炸龍佢做乜嘢？跟住然後咩？佢決定我係首先炸龍你，然後再揾槍射佢，然後係射唔中嘅。多此一舉。咁你裝炸彈嚟做咩？佢畫地圖做咩咧？我唔明啦，大佬。更加唔知做乜嘢。我唔緊要，呢條都唔算卡，最仲加卡嘅大佬。我咧屋企好窮嘅，有好多細妹，平時地盤打工嘅。啊，你有錢罩過一個嚟啫。其實佢唔係殺手，佢只係打工嘅啫喺度。佢只不過一個地盤工人。即係當然啦，豬肉佬都可以做國產007嘅話，咁一個地盤工人可以做殺手，同埋一個水喉技工可以踢波，基本上係同一個原理嚟。咁所以成件事係好合理嘅。哇！最犀利就有一個咩啊？連環殺人狂魔。哇！嗰、那個係第一個。我最初睇咧，我都覺得冇乜好，我都覺得唔係好過分，因為佢第一個咧、啊，你見到佢，哇！用曬鉸剪喎，用曬刀喎，好似都有啲料到咁樣喎，即係。你當佢可能話殺完人會肢解埋，雖然你唔明點解啊暗殺點解仲可以肢解，暗殺通常搞掂咪走人㗎啦嘛。咁你用鉸剪咁咧，其實都好巧、好求其、好奇怪。點知睇落去，佢好似唔係做開暗殺㗎，唔係職業殺手嚟㗎，佢係連環變態殺人犯。你錯啦！你點會啊？連環變態殺人犯當做係一個殺手咁樣入嚟咧？有啲仲犀利，我唔係殺手嚟㗎，我搵殺死我嗰啲人嘅嗰個兇手過嚟就係。咁呢種係又唔知做乜喎？即係你講個羅莉嗰 pair 嘛，羅莉同埋嗰個姐姐嗰 pair 嘛，嗰兩 pair 又係。阿同國旗咯，係啊，佢話我咧唔係嚟殺人㗎，我嚟搵殺人兇手嘅。阿生你唔係殺手，你做咩？我想問，咁你嚟做乜嘢？即係發作喺度，真係好奇怪入邊啲嘢。
惡名企嗱，你叫得你呢個叫暗殺，即係暗殺。即係佢知最荒謬咩咧？佢一開始又話阿晴呢條女，即係要暗殺目標咧，係之前已經好多人嘗試過殺佢，但全部撲街、啊，但全部都殺佢唔到。咁最多殺到就係殺到佢身邊嘅人，就殺幾多殺佢唔到。咁於是咧就集合咗呢班殺手界嘅精英咧。咁就嚟試一殺佢，點知原來呢班全部都係咧，即係 part time 殺手啊，或者根本唔係殺手啊，或者殺手為興趣啊，嗰類咁嘅嘢嚟，即係奇奇怪怪咁，完全都唔知做乜嘢咁樣，結果就集排軍咁樣跟住過嚟。仲要咧，殺人之前要俾封信嗱，佢開頭講到明規則咧，就係要俾封信先。嗱，呢個我哋新番介紹嗰陣講過就係、是，一講落去四廿版就殺人 OK， 咁呢個係按句設定，佢後呢叫有兜過下嘅啲人係。我殺你同志就車俾我送過你，咁咪唔算違約囉，係咪先？咁都叫暗殺，真係我到你就叫暗殺，因為佢唔知嘅，佢未收信之前佢唔叫唔知你殺佢嘛，就係、是、OK 呢種卡嘅。同埋其實頭先我哋講到打地盤嗰條友叫咩名啦？打地盤嗰只唔記得叫咩名，是但啦。唔係我看看看看其實呢理論上咁多個手面佢最有腦，揾計撕開，係揾計撕開咗阿東先，跟住約阿晴出嚟。單人打打唔掂，我再整個地圖攻擊，全部冧曬，即係整冧曬成個禮堂啲嘢，搏整死你啦！算係最有腦，已經其中一個最有腦嘅殺手，而全部唔知做乜嘅係。改做人呢？改做人？改我Iron Man，我有錢，我帶乜武器吹啊？呢個唔係叫殺手，呢個曬爛，你明唔明？改做人都係殺手嚟嘅，幾奇怪。佢裝意志啊，大佬！我有錢，我都好多 Iron Man 嘅裝甲，我帶乜武器，我屈死你就係。不過最後都輸咗，唔知點解。證明咗晴先係最終嘅 boss。當都俾人打到破碌嘅時候，佢可以阿晴可以無傷 HP 一級 A 嘅木扣之下懟死啊！即改造人，你話死未？總之成套嘢咧就好奇怪，你會唔明點解嚇？又話依班人要殺佢，咁 OK 我算啦，呢班殺手幾騎呢唔緊要，即係一個豬肉佬都可以精忠報國嘅，都可以殺到金槍人嘅話，咁一個地盤工人或者一個變態殺人犯應該都可以殺到呢個咁難殺嘅對象。咁只要殺到就冇問題啦，唔緊要，最後係殺唔到嘅。OK， 咁算啦，殺唔到，咁個古仔都要完嘅。咁點完呢？呢班友殺唔到之後有唔同嘅下場，例如話俾嘢砸親重傷 ，OK， 咁你冇死啊。有人伏毒，有人插穿咗個心，有人又點樣跌咗落街嗰啲啊？成喺最高嗰棟樓個地方有禮堂跌嘅，即跌落嚟咯。係啦，咁咩嘢唔同嘅嘢都有，簡單啲講啦，個個都應該有啲可以應該會死啦，或者好 ensure 會死嘅嘢啦。跟住唔知點解咧，佢話好啦，我哋黑組畢業啦，咁畢業咁咪俾畢業證書啦。點個個未死嘅？服毒自殺翻山，俾啲排家冧到壓到斷曬。唔緊要，喺地盤佢做嘢嘅。跟住明明俾一刀痛我心口，做佢哋行，行得走得可以係。犀利呢個，唔係平日世界，係抖個世界面嘅，仲要係好奇怪。咁你會睇到拗曬，咁當然都係哪有嘛，我買舊病嘅就話佢最尾嗰集咧就係呢、這個主角打主角，呢、這個東土國打東土國。咁其實嗰個位咧，如果大家留心啲睇咧，就分到嘅，因為棚牙係唔同啦，嗰、那個尖牙係尖牙嗰樣嘢啦，子彈傷啦。或者其實佢武器啊，因為阿套東真嗰個東套角之後俾人打甩咗個刀用拳噶嘛，咁其實你會分到，因為實際上你動畫你好少會咁做，即係唔好話動畫，你睇下影像媒體去拍電影，你都唔會揾兩個幾乎一模一樣角色去打，可能對手決戰一定一個好鮮明嘅主主角同埋敵人，但係佢有 hints 俾你嘅，即係譬如話，你會咁阿東套角掟飛刀落假個東套角嗰度，佢個掟穿過個頭嗰陣頭有幻影噶嘛，咁你咪知嗰個係假，跟住你咪望住嗰個用咩嚟打啫嘛。你講玩又神奇啦，如果佢呢個係假嘅話，即係其實你明白阿 Leo 佢咁矮嘅時候要扮成東套，即係佢有佢個影像係假噶咯，即係佢其實冇咁高應該係。係啊。咁問題係做出嚟動作係假，你點打咧仲？你打唔到㗎喎、即係咁話你叫揮拳，但其實佢隻手能好短喎，矮啲喎係，咁你揮佢都唔同囉，就我唔知佢，因為佢臨尾佢完全冇講到，即係 Leo 佢係用巫術啦，唔知咩奇嘅力量啦，即係整啲幻覺出嚟，咁其實幻覺係做攻擊，咁應該你擋唔到，應該係，我就完全搞明啦就。總之佢嘢好神奇嘅，最使嘅劍持啦，劍持電影都冇就演退咗場禮嘅係，我都唔知佢做乜嘅真係。唔使驚，馬版好似補完翻故事嘅。呢套真係超級爛片。咁嗱、爛片唔緊要，爛片你又爛，咁你唔係你內容泛薄或者無厘頭唔緊要，千祈唔好惹人討厭。咁呢套嘢入邊咧有兩個好惹人討厭嘅位嘅，
第一個就係阿東浩國嗰個訓練嘅嗰個叫咩啊？訓練訓練佢個教官定係咩啦？嚇嗰邊啦，每集每集都會 send 條問題俾佢問佢。嗱，漫畫唔同，漫畫其實 send 一兩條問題啫，而呢個問題其實緊扣成個主旨嘅，到最尾係阿晴去答翻解答問題嘅，咁就做一個最終嘅 close 答案啦。咁其實漫畫完嘅，不過問題佢會用呢個問題做主線，到一咪每一集 send 個問題，呢、這個問題嘅答唔答唔緊要，下一集再 send 條新嘅問題俾你嘅。咁佢用呢個問題同主線嘅關係咧，其實係冇關係嘅，大家唔使理個問題嘅係。同埋咧，佢嗰啲問題全部都好多都係填充嚟嘅，有啲係。跟住粗口題。咁即係話，即係你認為 O O。是最紧要的 O O 是咩 ？O O X 系咩？银嗱，如果银魂嘅角度 O O 咪就见他妈咯，咁啦，系咪先？好合理 O O 嘛，咁我梗系 O O 啦。咁你咪刹那咪跟抌咯，咁样系咪先？系咪？你咁你冇厘头嘅，如果你问香港人，可能系粗口嘅，咁冇嘢。你见到啲咁嘅鞋，油文咁，即系你会觉得哇好烦咯。你问完 close 翻个主题，即系嗰集嘅主题 ，OK 我唔。佢无厘拉间噶，完全无厘拉。即系本身佢已经系动画原创啦嘛。咁佢话佢又唔算好带到嗰样主题啦，即系譬如话佢讲嗰个笼中鸟咁啊，问嗰啲问题，其实佢可能觉得扣到咯，但系佢觉得啫。即系其实佢嗰段问题好多时候都同嗰集关事嘅嗰个女角有啲关系嘅。开头会有少少，后尾其实咁，但系佢想做呢样嘢啦，最少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讲到好似佢哋个个咁值得有条问题去留去问嘅话，咁你又冇一集 Q 一件啦、啊？你觉得嗱有一集 Q 三件先剑池同嗰个百合女，即系我温锤啫，我当几快手啊！即系有点过分咯。同埋另外一个讨厌嘅角色咧，就系阿 Sir 啦，班主任。阿 Sir 咧之前開宗明已經講咗，哦，佢係咩都唔知嘅，佢真係一個普通阿 Sir 嚟嘅。普通？佢普通嘅智商應該好低下。作為一個作為一個普通阿 Sir 咧，佢明明太煩噶，同埋太蠢啦，即係太討厭啊你。即係全班，你叫我全班啲學生一個一個咁少，到最尾畢業嘅時候得一個人出席嘅時候都有咁正常喺度頒獎典禮嘅，我覺得阿生你有冇腦嘅？想問。心理質素。你點解問我話應該學生越少嘅呢你唔應該問啲人問題，應該問啲學生咪發生咗啲咩事咧，大佬？哇，雨曬喎，成班選曬翻嚟，已經冇事，點解你過入曬醫院嘅？點解會？都係學書嚟嘅話，真係心理質素真係高。即係大家而家 Anada 經歷就知道，老師其實唔簡單話，班主任可以係內鬼嚟噶嘛。其實我覺得條友蠢唔曬㗎，佢知㗎，其實係佢唔出聲啊。佢因為佢知，佢話佢知咧，俾人 check 對死會係，佢扮唔知，其實佢醒㗎，我覺得係。咁呢個我諗嘅啫係。總之套真係超級大爛片啦、啊。咁你話垃圾咪垃圾囉，冇話即係睇女佢垃圾之名啊！睇女嘅話就其實冇咩睇嘅。啲聲優啲女就真係都唔係好睇到。啲聲好慘嘅，佢得即係好唔好似之前嗰個乜鬼槍彈辯駁嗰個嘢咁。嗰集嗰條女要退場嘅時候，佢先有佢戲份。講完佢啲劇情故事之後，跟住下集佢拜拜唔出嚟嘅就會係。即係完全冇用、啊。你見嗰集條女突然間有多對白，有劇情回憶得啦，佢應該呢集玩完啦，佢一樣就係咁樣啦。如果未到嗰集咧，嗰條女幾乎唔會對白嘅，就係、是、即係你嘥個角色根本就係、是、唔出咁滯啲嘛，有時即係係咯，即係譬如話你講連環殺人犯嗰集咁樣，有啲角色係得幾個見影嘅啫嘛，跟住嗰啲都唔係好多見嘅，所以唔好似槍打面膜咁咯，嗰集要退場嗰陣出嚟咯，佢唔退場嗰集唔出嚟咯就就即係角色唔知即係嘥嘅就係、是，咁所以我哋去下一套啦。